我开始了，开始了。OK， 大家好，我是曹全。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好东西，当当，它其实是一个一体成型的口红贴，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它其实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Supposed to look like this, and I'm so excited. I'm going to be a bad bitch. Bad bitch loading. Dab dab dab. Time to take it off.那么呢，看到这里我就按捺不住了，本来想约张姐，但是大家知道吗，就女生对这种一体成型的东西就基本上不太相信，但是男生就不一定了，所以呢我就以拍摄化妆视频为由约了我一个男性朋友，所以呢我就打算在胡兰身上来试验一下这个。哦，太坏了。就当然了，我是查了一下它的这个效果的，跟那种一次性的纹身贴是差不多的效果，它也是可以被清洁掉的，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啦，主要是不好意思了，胡兰，就当一下我的试验品，好不好 ？OK， 那我们话不多说 ，Let's go， 兄弟们，我已经到了。Hello， 坐那边也行。坐这儿吗？我看下可以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啊。我很慌。为什么？你之前画过吗？什么？没事。哇！开场。开场，你知道美妆博主怎么开场吗？不，美妆博主开场是这样的 ：Hello everybody,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OK， 你先当面先对着镜头说一下，就是刚刚教练的开场。Okay.OK， 那么我们今天就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OK， Welcome back my video channel. Channel 怎么念那个声调？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Welcome back my channel. Channel 好难念啊。Channel.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my channel. Channel. 我其实我这道工具画的是男团装，男团装，对，应该选一个就是团的。现在你有没有自己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些男明星？有没有你想让我帮你去仿他的妆，或者说你想化出相同感觉的？有，就其实之前一直有人说我很像林宥嘉，像李现。太厚了，兄弟，真的多了，讲道理真的多了，不多。你会不会用了？不太对吧？这你太看。肉眼看真的还好，还好吗？肉眼看真的还好。说实话，其实你这个嘴唇我也是不满意的，我不太满意，有悖于我的就是怎么了？黄牙婆，我帮你补救一下，好吧，补救一下。闭嘴。然后我现在呢要给你贴一下这个双眼皮贴。别动啊，暂时先别动，它要晾干一下。啊，动啊，需要等待个一分钟左右。然后呢在这个晾干之际，我给你弄一下嘴唇。这个也是一体成型的，跟你那个眉毛一样。哇哦，坐直，然后呢嘴巴靠近我。所以呢这个也是不能动的，好吧。然后呢你过来。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它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效果，所以应该可以拆了。我吐了，把我名字拍好了。这就完了。有毒啊你！我操！
救救我！你干嘛？你说什么？你今天都躺着，你有病是吧？你真的好伤心呐、啊！我。像个小丑，这个好晕。我是个小丑啊！怎么掉啊？这个，我操！你知道现在看一下什么东西吗？像什么东西？中毒的麦当劳薯片。中毒的麦当劳薯片。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你以后别想踏进那个门一步，来他妈你别进来，不要拍了。胡乱，胡乱在干嘛？胡乱，你他妈有病！搞毛啊！跟你卸，真的跟你卸，快点，快点，快点，玩不起。卸妆还是搓衣服啊？搓衣服，搓澡。你那澡堂大爷都没你用劲啊！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嘴唇，我这嘴唇很好啊，怎么这么搞吗？怎么了？怎么了？哎，你看这个人的嘴是绿的。说这种大家就一直回头看我，没有啊，也还好啊，真的还好。好个屁、啊！真的不信你看我。Hello， Kimi 老师，给你看个东西。什么东西、啊、？Come on。什么啊！我操！再给你看个东西。你们两个要吃什么东西？吃中毒了，知道吗？今天不要。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亲他，但他嘴上涂了毒，把我中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嘴上也涂了毒，对吗？他好笑还是我好笑？你们俩都好笑。给我吃一口。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们嘴唇是这样的。觉得他长得帅吗？再看看，你这个人怎么长了个青蛙的嘴啊？我长了个灭霸的嘴。胡乱，哎，这有人嘴绿的，他嘴像蛆。你学一个东西，滑。我现在嘴巴像那个马桶那个摔子，你笑什么笑？你个青蛙有什么好笑的？这件事教会了你什么？遇事不慌，先把嘴唇染个绿色，假扮成青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与我无瓜。哇哦！闭口在哪里啊？不知道闭口在哪里。闭口，我靠，什么东西过去了？